是猫座，你决定在门关里再把你的标不当情愿离婚。当初你红红，所以转去当当书。在门关里再把我是当情愿未当完，不当情愿未成功。当初你有天爱情，我当初你有分不记。孙呀，转去当当书，休息啊，带他进来中，天上圣鸟来大妈做，圣驾上阵，来帮俄罗斯这边亲征之意，俄罗斯欢迎我台湾，九十之勇勇士哦，圣殿皇冠，天神救的时分，转去上香一把。恭喜新婚吧，不吧，恭喜新仔，拜，三鞠躬，三鞠躬，礼行。所谓当干事的啊，会使讲知道真圆满啊，这个求安吼，爱当求恩义，爱当来这个世间，请到咱所有众神，咱大家妈啊，甲到咱观音妈吼啊，共同做伙啊来求恩，会使讲办了非常真成功啊吼啊，到伊迄天会使讲门门啊吼，不过咧带来就是讲吼，这个低温就是爱有这个甘露水，爱当来做这个求恩，实在会使讲非常的真好。办了会使讲非常真圆满真成功，而且嘛祝福到咱啊，俄罗斯有咱过当时长所有的当干事会，会当就会为着咱国家来做一个出恩，非常的真成功，会当带来国家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，一切拢大赚钱。感谢各位，非常荣幸，嘛非常的感谢咱大家的天降吼，这次安尼来把俄罗斯革命七十五周年，因为办一个观音。哦，我观音护台湾，而且着咱大家伫咱讲，就是咱世界级的这个经历，就是咱妈祖因为红星神威显灵，嘛要感谢咱大家嘛，咱地方党的大领团队，咱的大妈、二妈、妹子嘛，全部到俄罗斯造成大城镇地区200多年的大风光，非常的感谢咱大家伫咱讲，哦，啊，嘛非常感谢。各位善男信女的参与，希望会当让疫情赶快散去，咱安尼大家恢复平常生活，会当咱的大家嘛，因为家庭生吼，会当保佑万年，我大家新年给我万事如意，感谢。好，谢谢，感谢，感谢，赞。